尽在运通。好，大户筹码泄露天机啊、哦！来，恭喜全国同学啊！我们八月份送给全国同学蜜旺石，是不是大涨一倍啊？啊，蜜旺石是不是大涨了95%啊？啊，全国同学，蜜旺石啊，看一下，八月份全力重压蜜旺石，从20几飙到50几，是不是涨了快一倍？啊，是不是等于你的技嘉、广达200多涨到500多嘛？那如果你今天还在报技嘉，对不对？八月份技嘉200多，你看技嘉200多，今天还在200多，所以你八月份听我的话，把资金全力重压转到蜜旺石，是不是200变500，早就赚回来了嘛？那你错过八月蜜旺石大涨了快一倍，九月份跟你讲重压 FOPLP 的永光，对不对？你看永光10几块飙到快30块，是不是大涨50%？是不是大涨50%？好，错过八月蜜旺石，错过九月永光，10月谁会大涨？来，全国同学，十月份送给你的 FOPLP 的鹏程万里啊，今天是不是再攻第二只涨停啊？哎，今天台股是怎样？台股一早开盘重挫425点啊，开盘崩了400多点，今天鹏程万里是不是再攻第二只涨停，再创新高啊？啊，送你的 AI 机器人是不是大涨50多块？10张50万，20张100万。再来跟你分享的 AI 散热商机，今天是不是再攻涨停，站上3位数，站上100元，啊？所以错过八月蜜旺时涨一倍，九月永光涨50%，十月份鹏程万里今天第二次涨停，上银大涨50多块，散热商机今天再攻涨停。但你要搞清楚啊，今天我们几乎满手股票涨停啊，鹏程万里再涨停，散热商机再涨停，哎，今天台股一早是重挫了快400多点呢，哈哈，收盘还跌了快300点呢，你不要搞错哎。所以跟着张老师，加入张老师的族，对不对？家族是不是很幸福啊？啊，今天台股早盘重挫400多点，收盘还是跌了快300点，我们今天满手涨停，满手股票涨停创新高，鹏程万里涨停，散热商机涨停，是不是？好，大户筹码泄露天机。那股价涨跌的关键，我讲过，第一是什么？筹码。第二，筹码。第三，还是筹码。那很多人会讲了，哎，老师，很多电视上这些解盘的老师说，买股票要买赚大钱的公司，赚大钱的公司。那我请问你啊，今年最标的标股是谁啊？联雅嘛，从100块到400了嘛，哎，涨3倍，哎，啊。我问你啊，你去看看联雅财报，上半年还在亏损赔钱呢、啊。所以你的老师，很多老师我听觉得很好笑，哎呀，我要买赚大钱的公司，有用吗？联雅上半年赔钱，股价涨3倍，那你要怎样？为什么涨3倍？筹码嘛。所以张老师跟你讲，你散户不懂筹码，你就是满手套牢啊，对吧？哦，赚大钱你买啊，赚大钱股票不会涨的了。对不对？不会飙涨了啊、哦！像这种赔钱的公司，你看涨3倍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说你不懂筹码，散户最后就是惨套赔钱。不仅套牢，你看一下，这是报章媒体的报道，台湾散户每年赔了1880什么？不是万了、啊，是亿呀、啊！台湾散户5年内啊，损失金额9400是什么亿呀、啊？台湾散户5年赔了快1兆啊！啊，所以你不要跟一些台面上网红乱搞，啊，买的都惨套，我跟你讲，是不是？筹码转空，股价是重挫的嘛，筹码翻多才会大涨嘛，是不是？你看7月份24000是多少？老师叫你拼命买，拼命买，拼命买，结果呢，崩盘5000点，你通通惨赔惨套嘛，是不是？啊，对不对？很多网红
每天哎呦，自己点阅率几十万啊，哦，点阅率第一名啊，结果带会员一买，400多块的资源天天买，现在200多块，会员通通赔死啊！啊，所以你要搞清楚啊，台湾散户很可怜啊，5年赔了快1兆，就是这么多乱七八糟的网红害死投资人的。好，大户筹码泄露天机，不啰嗦，股票赚大钱的关键，第一，锁定主流。爆发的主流商机。第二呢，筹码繁多，对不对？所以大部分筹码泄露天机啊，筹码很重要啊。你7月份不管买什么，最后都惨赔嘛，啊，你7月份不懂得跟着我们全面放空，跌5000点，你买什么都惨赔。8月5号崩了5000点了，对不对？你什么都惨赔。我跟你讲什么？我说带你反败为胜，重压什么蜜望石，有没有？我说手中套牢持股筹码全力给我转进蜜望时，哎，8月5号，哎，崩了5000点，我跟你讲，你听我的话，资金全力重压蜜望时，对不对？AI 低价标股嘛，啊，20几块，我说蜜望时只要20几回到50几，就等于你的技嘉广达200回到500嘛，你早就回来了嘛，啊，就蜜望时有没有涨一倍？有没有涨一倍？有没有大波段获利？是不是？听我的话，8月5号重压蜜望时，你早就赚回来了嘛！啊，那你错过蜜望时的，你看看加入我们的 LINE，8月5号，8月5号当天台股是崩了1600点哦。当天我们在 LINE 族群也跟全国投资人分享啊，你只要加入张老师的 LINE，我时时刻刻都在照顾你嘛。8月5号台股崩了1600点，我当天就在 LINE 的族群跟你分享 AI 低价标股。6年大底完成20几块，啊，谁？AI 低价标股6年大底完成20几块，是不是啊？你加入我的 LINE，8月5号你就知道要重压蜜望时嘛，啊，就大涨一倍哈，好不好？所以加入张老师的 LINE，五加入五包比啦，很幸福哎，啊，永远永远讲在前面，绝不给你事后马后炮。那8月蜜望时涨幅是不是全国第一名？你自己讲啊。对不对？那错过蜜望时大涨一倍喽。9月跟你讲 FOPLP 嘛，这台积电董事长宣布的呢，FOPLP，对不对？FOPLP 的，对不对？关键技术我也跟你分享过了啊，这是未来势必要取代 CoWoS 的一个产业趋势嘛。那 FOPLP 我给你首选的永光，当时一字头，对不对？打入 FOPLP 关键材料，结果呢？2年大底翻多，结果股价是不是涨了5成？是不是涨了5成？是不是涨了5成？好不好？那再来，错过蜜望时大涨一倍，永光大涨5成，10月谁会大涨啊？我跟你讲，FOPLP 商机爆发嘛，谁啊？鹏程万里，鹏程万里，鹏程万里，自动化设备的领导厂商。9月营收暴增147% 啊！跟你讲，AI 城市筹码50几块翻多，从50多块翻多哦。来14号，涨停锁死啊，6字头，啊，何时要攻七字头？何时要攻七字头？鹏程万里啊！来，今天。张老师，哎呦，张老师啊，台股开盘崩了400多点呢。对啊，开盘崩400多点了啊。我们 FOPLP 鹏程万里，来，今天16号，你告诉我这是什么？你自己讲这是什么嘛？9点半不到，这是什么？亮灯涨停锁死啊！今天台股早盘重挫400多点，张老师跟你分享的，请你锁定的，对不对？鹏程万里。再喷涨停，是不是再创新高啊？啊，已经七字头了，已经七字头了啊！小心哦，小心哦，何时三位数？何时三位数？赶快跟上脚步啊！恭贺全国同学啊！今天台股早盘重挫400多点啊，我们鹏程万里照样喷涨停创新高，好不好？会涨到哪？再来跟你分享 AI 机器人哦，啊，这也是这个黄仁勋啊大力推出的机器人商机哦，来首选当然上赢嘛，
当然是上赢嘛，它是 AI 自动化龙头啊，对不对？近期跟美系大厂合作发表机器人产品啊，有没有？最重要的股价在200块附近，筹码翻多，筹码翻多，筹码翻多。昨天呢？啊，昨天呢？是不是再攻涨停？哎，258了哦，258了哦，10张有50万哦，20张有100万哦，对吧？没错吧？啊，上赢哦，又大涨50多块了哦。再来跟你讲，BlackWare 需求疯狂啊，所以造成 GB200 伺服器商机爆发嘛。那 GB200 最大的供应链是谁？鸿海啊。所以鸿海从7月份230多块筹码转空，大跌三成，但175块跟你讲筹码怎样翻多了嘛？翻多了哦，翻多了哦，GB200 的商机，鸿海筹码翻多，今天呢？208啦啊，涨30多块了哦，涨30多块了哦，鸿海会涨到哪啊？已经二字头了哈，鸿海会涨到哪啊？再来，未来最大的商机，当然 AI 散热嘛，哎，未来有什么10倍的商机爆发哎，啊，现在资料中心里面，光是冷却的耗电就占了40%啊。所以是对不对？资料中心是吃电怪兽啊，但它40%就为了耗电呢、啊。所以如何耗电、如何节能，这是很重要的重点。因为晶片过热，晶片就会宕机啊，对不对？晶片就会毁损啊，所以现在伺服器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散热。那散热当然目前有气冷散热、液冷散热，还有静默式散热的3种处理方法啊。那当然，这档 AI 散热商机，二开头一结尾的，二开头一结尾的啊，液冷散热的市场规模，2024今年哦，121亿哦，注意看哦，到了2026年呢，短短2年哦，会暴冲到1200多亿，是不是2年10倍的商机啊？液冷散热2年暴冲10倍嘛。所以散热商机绝对是重点。那这一档散热商机，从150多块重挫50%哦，近期股价 AI 城市在90多块，筹码翻多，筹码翻多，筹码翻多。今天台股呢，啊，早盘重挫400点，收盘还是跌了快300点哦，啊，今天这档散热商机，看一下，强攻第一只涨停，股价突破3位数了，突破百元了哈，今天才刚刚突破百元了哈，散热商机会涨到哪？散热商机会涨到哪？好不好？恭喜全国同学，你错过8月蜜旺时，涨了快1倍，9月永光大涨50%，10月正好是送你的鹏程万里，今天第二只涨停创新高，AI 机器人上赢。K 欧扎瓦扣呢，对不对？涨了50多块了哦。AI 散热商机今天强喷涨停，强喷涨停，强喷涨停，好不好？最重要的，你们手中套牢筹码，手中套牢筹码，赶快找张老师，早点跟进，早点无早点加入，早波比啊，对吧？你8月份来找我，蜜旺时让你赚翻了嘛，好不好？手中有套牢筹码，不要难过，我们面对问题。来找张老师，我带你锁定主流，我带你反败为胜。最重要的，赶快加入我们的 LINE，对不对？加入 LINE 领先市场多空，小老鼠 AI 518，小老鼠 AI 518，好不好？赶快加入我们的 LINE，手中套牢，赶快跟上脚步。今天鹏程万里第二次涨停，散热商机刚刚喷涨停，赶快跟上脚步。解最新台股走势，股市名师现阶段手中的标股，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《股动乾坤》。华
信投顾，我们用最高的标准严选优质的分析阵容，我们以最诚信的态度提供每个客户最高品质的投资建议，诚信专业负责，引领您投资市场，反败为胜，蓄积财富。投资的事就是华信的事，华信投顾02-239-239-88，02-239-239-88。华信投顾，我们用最高的标准严选优质的分析阵容，我们以最诚信的态度提供每个客户最高品质的投资建议，诚信专业负责，引领您投资市场，反败为胜，蓄积财富。投资的事就是华信的事，华信投顾02-239-239-88，02-239-239-88。华信投顾，我们用最高的标准严选优质的分析阵容，我们以最诚信的态度提供每个客户最高品质的投资建议，诚信专业负责，引领您投资市场，反败为胜，蓄积财富。投资的事就是华信的事，华信投顾02-239-239-88，02-239-239-88。迟到了，看见行人行进路口，准备穿越道路时，汽机车应暂停，让行人先行通过哦。哦，很慢的。行人已进入行穿线范围内，汽机车均应立即暂停，让行人先行通过哦。另外，在没有行穿线的路口，不管同向转弯或直行交叉，遇行人过马路，汽机车一样要停让哦。汽机车行经依法可供行人穿越之交叉路口，未暂停让行人先过，最高可处6000元以下罚款。停让一小步，交安一大步。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。来谈谈棋子的操作哈，棋子筹码泄露天机啊！棋子你不懂筹码，你最后必定惨赔嘛！你连多空都看不懂。啊，筹码转空，你拼命做多，你不输光了啊？所以 AI 程式泄露天机嘛，啊，筹码由 AI 程式计算，明确的多空，不要猜不要赌，对不对？指数1000多点就是倍数的获利嘛。来，你七月份跟你的老师啊拼命做多，一崩5000点，1000多点就赔一倍，5000点你已经赔了3倍了，你早就输光了嘛，对不对？啊？那你七月份跟着张老师有没有叫你全力放空？24380有没有带你全力放空？全国同学见证啊！七月份所有加入张老师的连赖的族群都知道，7月11号全力放空送你5000点，8月5号崩了5000点了，跟你讲全力翻多，结果呢大涨3500点，大涨3500点，再来9月27号23190全力放空，9月27号全力放空。又去送你900点，又送你900点了。来，最精彩的10月4号22280哦，全力翻多，到昨天又是1100点啊！啊，七月份以来放空翻多4趟的操作，你自己想有没有10000点？有没有10000点？啊，全国同学就这么简单。那张老师每个多空不是跟你唬烂哦，啊，不是做不到那边吹牛哦。张老师的每一个多空的转折，哪一次不是事前在赖的族群我都跟你分享啊？你连加入我的赖，连七月份该放空，八月份该翻多，九月放空，十月翻多，有没有在赖的族群跟你分享？来，我们永远讲在前面，好不好？全国同学亲眼见证，7月11号当天的赖，7月11号，哎，今天7月11号台指24380向下放空啊！在赖的族群有没有跟你讲？你连加入我的赖，七月份放空你都知道啊！空完送你5000点，来8月5号哦，崩了5000点哦，8月5号崩了5000点哦，啊，来8月5号哦，赖的族群今天趁大跌4600点，逢低买多啊！哎呀，张老师啊，连8月5号翻多就告诉你了，加入赖你就事前知道了，又大涨3000多点，哎，这2趟就8000多点哦。再来9月27号23190再叫你放空，来9月27号的赖，9月27号礼拜五，今天9月27号台指23190向下放空啊，全国同学啊，9月27号放空你又知道喽，在赖里面又告诉你喽，10月4号
大跌了900点，22280翻多，来，赖的族群，10月4号，你要不要感谢张老师啊？啊，10月4号，今天10月4号，22280逢低翻多，翻多，邱同学，啊，这四趟操作，哪一次在赖没有事前跟你讲啊？都送分题嘛，对吧？好，放空翻多，4趟都10000多点嘞。好，最精彩了，昨天大涨1100点啊，昨天来到23380附近啊，你在干什么？啊，昨天在赖的族群，怎么跟你讲的？啊，从10月4号翻多，大涨1000多点，4趟万点了。来，昨天大涨1100点。昨天10月15号，你的老师又拼命做多了啊！来，亲眼见证，昨天啊，赖啊，昨天啊，你可以上我们的赖看啊。恭候 AI 城市，我们10月4号22280翻多，大涨1100点，对不对？来，重点来了，今天十月十五号，大户 AI 城市12:05预告台指23361，干什么？放空操作啊，同学啊！昨天你是赖的江老师赖的族群，昨天大涨1100点，你是不是23361转空？是不是在赖的族群都跟你分享啊？你是不是知道放空啊？啊！昨天10月15号 AI 城市12:05有没有看到23361放空12:05？所以在赖里面是不是告诉你12:0523361放空？是不是？来，今天你告诉我一开盘，连昨天的扣讯哦。扣讯会员昨天11:18哦，23350380附近，你赶快放空，赶快放空，到11:50还在23367哦，通通空得到哦，是不是？昨天白纸黑字赖的族群也告诉你23361放空，23361放空，扣讯会员23350赶快放空，今天一开盘500点，你都不要说张老师准，昨天我们告诉你放空23361，今天是开盘是不是送你500点？是不是送你500点啊？来，今天怎么做？来，亲眼看一下 AI 城市昨天23361放空开盘，是不是送你500点？来，最精彩了，今天10月169:18 AI 城市22896翻多了啊，怎么样？又强弹了300点，所以连昨天放空今天翻多两趟，放空500点翻多300点，哎，光昨天跟今天多空两趟800点了，你还要什么？每天在那边猜，不要猜，好不好？赶快把 AI 操盘程式带回去。再来，不啰嗦，啊，大户筹码泄露天机，股价涨跌的关键就是筹码，对不对？我们8月5号送你的蜜望石有没有涨一倍？错过蜜望石，怎么办？对不对？连加入赖8月5号的赖都跟你讲了 ，AI 低价20几块蜜望石啊。对不对？加入 LINE 你都知道8月重压灭亡石，那错过灭亡石涨了快一倍 ，FOPLP 永光是不是涨了快50%？那再来错过永光的10月怎么办？啊，你说我张老师，我8月错过灭亡石啊，9月错过永光，我10月怎么办？来，有没有跟你讲 FOPLP？ 谁啊？鹏程万里啊！9月营收暴增147%啊 ！AI 城市50几块翻多啊！啊，14号涨停哦，跟你讲六字头喽，何时要七字头啊？你说，哎呦，张老师啊，今天台股开盘重挫400多点啊，收盘是跌300多点啊，300点啊，来，今天鹏程万里。有没有鹏程万里啊？哈哈，有没有飙？有没有喷？有没有涨停？赚钱很难吗？你买对主流，大盘重挫300-400点，我照样涨停给你看啊，是不是？9:30不到就涨停锁死啊，七字头喽，何时要八字头？何时要三位数啊？自己看着办。我已经跟你讲了，10年大底啊，你不要开玩笑。10年大底喷出啊，要喷到哪？好不好？这个礼拜已经2只涨停了哦啊！要涨到哪？恭贺全国同学，鹏程万里今天第2次涨停，创新高，是不是？再来 AI 机器人上瘾，从200多块，
AI 城市底部翻多，是不是又涨了50多块？是不是涨了50多块？是不是涨了50多块？啊，上银要涨到哪？上银要涨到哪？再来，未来最大的商机在散热嘛。现在资料中心耗电量40%就在散热，所以散热有气冷、液冷，还有静默式的散热啊，三种，将来都是相当大的这个受惠族群，好不好？那这一档二开头一结尾的啊，未来10倍，对不对？10倍的爆发商机啊，股价从90多块底部翻多，今天呢，枪喷涨停。站上3位数了，突破100元了，散热商机要喷到哪？散热商机要喷到哪？恭喜全国同学错过灭亡时永光的这个礼拜，鹏程万里10月份第二次涨停，机器人上营 K5 散热商机涨停，好不好？手中套牢筹码，赶快拨电话进来，赶快加入张老师的 LINE， 跟上脚步。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人动不动都在竞争，动不动就爱水蛮牛。华信投顾，我们用最高的标准严选优质的分析阵容，我们以最诚信的态度提供每个客户最高品质的投资建议，诚信、专业、负责，引领您投资市场，反败为胜，蓄积财富。投资的事就是华信的事，华信投顾02-239-239-88，02-239-239-88。华信投顾，我们用最高的标准严选优质的分析阵容，我们以最诚信的态度提供每个客户最高品质的投资建议，诚信、专业、负责，引领您投资市场，反败为胜，蓄积财富。投资的事就是华信的事，华信投顾02-239-239-88，02-239-239-88。华信投顾，我们用最高的标准严选优质的分析阵容，我们以最诚信的态度提供每个客户。